房子，那个远处的棕色的房子就是啦。他们 It's driveway。 哇，你看有充电，真的有充电、哦、真的。进来，然后这边是餐桌，然后厨房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的沙发，这还有一个电视，然后呢，哦，这边还有冰箱和咖啡机，然后这儿应该是可以爬上去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床。哎呀，上面还挺硌脚的呢。对啊。要照的是什么呀？卫生间和浴室还挺现代的，这边是卫生间，然后这边开门以后，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室。哦，所以这个好像没有窗帘的，就是一个可观赏型浴室。然后这边呢就可以出去以后，那边那个房间也是我们的。哎，这也可以爬上去。对，这就是那个半开的。哦，这所以上面还有一个卧室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卧室。这个是另外一个 bedroom。 哦，这里面居然有个电视。然后这个房间应该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就是这样一张床。然后呢，他晚上在这里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看外面的风景。这里是一个温泉，然后还可以躺在吊床上面晒太阳。这里好像还有那种像 beanbag 一样的。现在爬到一个我们这个另外一个房间的楼顶，然后它楼顶有个露天的床，然后它这儿还给了你一个天文望远镜，好像是让你晚上在这躺着然后看星星用的。这个床旁边还有一个火炉，我们会住在后面那个房子的卧室里，晚上看看要不要来这个露天的床吧。站在这个梯子上面还挺高的，然后我发现它很多小细节也做得挺好的，比如说外面这个给你躺着休息的这个小座椅，它中间还给你一个这个小篮子，然后里面是一些 coaster 一些杯托。然后呢，这边它还给了你一些毯子。然后我又发现我们这个室外有一个浴室，哎，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侧门，然后出来，这个好像是淋浴头吧，对吧？应该我看那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，现在看来应该是挂毛巾的，然后可以在室外淋浴，有点厉害哦。不过现在 Joshua Tree 虽然天气很晴朗，但是就不到10度吧，很冷，估计比较难在室外有一些长时间的活动。现在要日落了，好美好美啊。煮了伊兰拉面。先去哪儿呢？先去迎春口。好，好，就是现在到12点，是太阳，然后就飓风，然后就下雨，然后又飓风。现在外面才6度，这么大太阳，但是还挺冷的。出去看看。
昨天我们就在这儿泡温泉，然后呢我们发现在这儿泡温泉还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视，现在看不到，但是那个窗户里面有个电视，就可以边泡温泉边看电视边看星星。昨天这边也超多星星，我还看到了两颗流星，可惜你在看电视没有看到。好，上去看看。我昨天有爬上去看，我没有第一次但我没站上去。除了这个季节其他应该还挺暖和的。你现在看的是什么呢？从这儿看下去就是我们家的后院。现在天气还是挺好的。游戏里的画面，嗯，就翻过去以后不知道那边是什么。山了也挺好看的，昨天晚上我们在另外那个小房子睡的，就是那个小房子，然后床直接对着那个窗户，晚上呢就可以看到星星，然后现在日出啦，好美啊。拍不到是吧？嗯，看到有些小白点儿，不知道是星星还是我屏幕脏了。这些是小白点儿，你看。我给你 zoom in， 你看，看到吗？是星星吧？是星星。是吧？嗯。晚安。晚安。